下一张是龙斗龙王，对上的是卡兹亚。极度力量型、爆发型，坦克中的坦克的斗鬼獒，出场的霸气震慑住全场，脸上的面具只不过是拘束器，解下的时刻才是鬼獒开始爆发的时候。恶王卡兹亚，恶之总帅，在开战前不停的叮嘱我，等他上了台，这个擂台，他就不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卡兹亚。自从恶王卡最后的恶王军事被月亮马戏团给搞掉之后，还是有了自己的帝王风范，一路在擂台上战斗至今。是，你不用收我的身，因为跟斗鬼獒对决，我根本不用带武器，带武器是侮辱了我自己。直接坐在地上，邀请对方斗鬼獒的进攻。双方开始比拼双方的身势，斗鬼獒这边怒气感觉是非常的充足，毕竟在赛前啊就被恶王卡住在这边做了一个网路上的呛声，狗终究是条狗。
双方不停的呛声，想打破。哦，这边动鬼要表示没他们帮忙，你打得赢我吗？卡追啊，还是一如往常的帝王风范。好，你既然那么啰嗦，那我们就现场对决吧。开场，一声巨响打在对方斗鬼妖的脸上，不够。斗鬼妖这边摇了摇头，难不成林卡最后只有这点实力吗？邀请对方斗鬼妖主动攻击，面对力量型的斗鬼妖，这个邀请没想到是个幌子，反身扣对方，揍一个反摔。直接压制住对方，再次反摔，哇、哦！一记非常漂亮的侧踢攻击对方背部，双肩压地开始吐秒。都没有想到这个邀请，竟然是一场鸿门宴。看来双方今天在擂台上也要饶过对方的。斗鬼要准备自己的一个进攻姿势，在卡爪出手之前马上反击对方，控制绳索，非常漂亮一个剪刀脚，拉向绳索之后金币钩这边落空，由二王这边由这边斗鬼要一个 spear 长矛冲锋直击对方卡爪腹部。真交谈之后过去，没有想到板被卡在那边台上擂台，金币钩直接打下到场外。斗鬼妖这一摔伤得不轻，观众们急忙往旁边撤。面到这两个强者的决斗，直接打到台下，谁都不想被波及到。卡在马上在落下技补足了一下之后，先行回到擂台，等待了斗鬼妖。站起来，重新爬回来。斗鬼妖这边精神恢复之后，好像没受到什么伤害似的。借助观众的水来帮自己消暑一下。斗鬼妖现在邀请卡兹亚，你要冲过来啊！现在裁判依旧在读秒，但是卡兹亚做事不让他回到擂台上。已经十七秒了，在十秒秒的时候，这边一上来果然开在在等这个时候，马上一个低空的侧踢。斗鬼妖这边被二王卡住在这边，连续攻击，甚至被压制在地上。斗鬼妖最愤怒的大概就是此时此刻，拉住双手之后抬起，用力的踩下，这是一个面部轰炸 ，face buster。想要卡最好的防御力极高，充满了弹性，回身一个侧踢击中了腹部。我反向把对方卡最好一个 spear 推到了场外。没有想到这边斗鬼妖跟卡最好二王打起来是如此的激烈，似乎擂台限制了他们的发挥。持续对面部的攻击，把刚才的一股入换颜色。
旁边观众赶快全部撤走，针对胸膛的一个连续的采集。郭国耀这边把自己的面子给要了回来。一样向场边的大志社长这边呛声，大志社长这边不知道该说是愤怒还是惊愕。场边已经一片混乱，裁判这边不停地叫两位回到场上，用头部想要撞向那个旁边的角柱，没有想到被挡了下来，由卡扎这边反向撞对方头部，然后做了一个低空的一个 DDT。 台下观众全部都站了起来，已经没有观众席的存在，整个场地都是他们的擂台，砸向的是观众席的椅子。我们看到已经被两位的一个对决打一片凌乱的观众席，这边是要回台上了吗？没有，继续砸。这一幕我想到了洪师傅对上叶师傅，多鬼妖这边耐力已经被消耗殆尽。起来一个背部落地的重摔，现场 Holy shit 喊了起来。裁判这边已经快俩攻了，总不能让观众都不看比赛，所以这边二王是把斗鬼妖翻回场上之后，在台上继续对决。做了一个压制，但斗鬼妖他是一个充满了直觉性的力量型选手，拉绳索之后两边互弹金钩臂金臂钩挥空反向侧踢，破解了斗鬼妖这边想要做反击技，又想被抱了起来，直接一个 body slam。被斗鬼妖的力量直接重击，对卡扎的背部造了不少的损伤。斗鬼妖这边对裁判非常愤怒，你在任由刚才卡扎不停在场外攻击我。说继续啊，卡兹亚把卡兹亚扔向了角落之后，非常重的一记金币钩，拉着对方再次丢向对面角落，又是一发吗？卡兹这边来不及反应，又硬生生吃了一记，损伤非常严重。这边来了是一个尖车，但是被卡兹亚给破解之后侧踢攻击腹部，拉了绳索之后被反抬起来，又是一记。先车之后直接正摔，挣脱压制，已经进行了十分钟的一个对决。双方的对决不停在重击上面你来我往，准备好这边开刀之后被卡在反身攻冲住，压住对方的双腿攻击要害，如此的疼痛这边斗鬼妖承受不住，直接被做了一个德式元宝，
非常漂亮，直接做了一个鸭子。延续的掌击，把刚才抵消差不多那个，但是窦贵豪不给你机会，难不成是 F5？ 窦贵豪的终结技，但是还是被整破。进入的是体力消磨战，这边单手压制住对方的颈部，不给对方卡子亚反击的机会。连续的攻击，沈田没有想到这边反身过去。又被对方剑子给压了起来，被解脱之被挣脱之后，难不成这边是卡兹亚的大招吗？哇，被对方给破解了。今天卡兹亚刚才的终结技被破解，双方体力已经没有剩余多少，所以现在一出就到出杀招出现了，卡兹亚全新的终结技卡特纳。在卡塔纳击中对方，犹如武士道一般锐利之后，由卡兹亚击败窦贵豪，拿下了胜利。